大家好，今天我来教给大家辨别正品方小方与仿品方小方的方法，帮助大家买到货真价实的方小方。我们再从配件上来对比一下，正品方小方它是拥有一个红蜡遥控器，而仿品方小方它是没有遥控器的，所以它也没有这个红蜡遥控的功能。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胎记，正版方小方是一个很可爱的苏醒过来的动作。是一段持续大概五秒钟的噪音，然后是一段非常嘈杂的音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正版的方小方，它的眼部是超声波模块，是有红外互动功能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眼睛是印上去的，并没有什么功能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侧，正版方小方的两侧是高质量的音响，声音非常清脆，音质很高，而仿版方小方的音响是在头部，两侧呢是印上去的这个假音响，而且声音也很差。我们可以看到仿版方小方的嘴部是一圈这样的灯光，而正版方小方的嘴部是一圈这样的 LED 表情面板，可以切换出各种表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，背面呢，我正版方小方它是全身卡扣结构，没有螺丝，而仿版的方小方呢，它是由螺丝来拼接成的。正版方小方的背面只有一个充电的口和一个开关，而仿版方小方它有个充电口，还有两个黄色的按钮。拥有配套 APP， 使用 APP 可以实现各种功能。正版方小方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跳舞。仿版方小方是没有配套 APP 的，开机之后只有一首内置的歌曲。